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到电视门诊，我是主持人旭东。在最近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请到了来自美国的营养免疫学专家陈朝飞博士，和我们一起在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这样的话题。恐怕有的朋友呢，今天是第一次收看我们近期的电视门诊，所以呢也是第一次见到陈博士哈，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陈博士和他所进行的研究。1981年，19岁的陈朝飞毕业于美国犹他州杨马汉大学，开始研修生物化学，专攻他最感兴趣的免疫学。1988年，陈朝飞取得了杨马汉大学博士学位。传统上，营养学和免疫学是两个独立的学科，陈博士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创建了营养免疫学。在这个领域的创新研究，为他赢得了1997年美国十大杰出青年奖。1996年，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的陈朝飞博士，以其在推动人类健康方面的积极贡献，当选全美年度卓越妇女，加州参议会因此定3月8日为陈朝飞日。我们每个人出生时，身体都带有一位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犹如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有效抵抗着细菌与病毒的入侵，保护着我们的机体。营养免疫学为我们揭开了营养与人体免疫系统之间的紧密关联，它强调均衡的营养摄入对免疫系统功能的促进，以及完整的植物性食物给人类带来的丰富的营养。营养免疫学大力推崇的并非是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等一般意义上的营养，它更强调植物营养素、抗氧化剂、多糖体的摄入，对健康的促进，对免疫功能的提升。功能健全的免疫系统能够抵抗致命的病菌，而营养对这个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谈一些给人感觉稍微为新一点的东西哈，就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运动与健康的关系，好不好？好的，好。那是这样的，就是通常呢，我们都会说这个心情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自己做事儿的这种状态哈。不知道这种心情的好坏和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会有关系？您在做的这个研究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中间的关联呢？它有一个直接性的关联，而且呢，你的心情呢，比你想象中的呢，更加影响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抵抗能力。你每一次一生气，你每一次一紧张、心情不好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马上身体会分泌出一个荷尔蒙，我们叫作为 corticosteroid。这个荷尔蒙呢，一旦分泌出来了以后，你的抵抗能力、免疫功能会在半个小时以内，它就会下降下去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呢，如果说我真的到很紧张的状况底下呢，我会分泌出来多少的这一类的荷尔蒙，而呢，它影响又有多严重。当我呢真的是很紧张的时候呢，到惊吓的一个地步，我所分泌出来的一个荷尔蒙，它足以让我的抵抗能力下降 80%。如果说呢，我的抵抗能力下降了 80%， 那就是等于说呢，我得到癌症的比例高出了100倍。所以呢，你的心情跟你的抵抗能力，它的影响面相当的大。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说的更具体一点哈？就哪些心情、哪些这个情绪的状态哈，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愤怒，首先哈，愤怒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都会有，就人一生气以后特别容易得这心脏病一类的疾病哈，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没有错，当我一生气的时候呢，我的血压也会上升起来了，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心脏病就会发作了。我生气的时候呢，它其实跟我紧张这两个心情呢是相叠的，还有呢就是说压力 ，OK， 我们来比较，就是说啊，就我们概的来说的话是压力 ，OK， 那压力一来的时候呢，它包含了我的愤怒、
或者是说呢，比个例子来说，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大学生，当你失恋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无形中是一种的压力。当我要考试的时候，对，那也是一种的压力啊。所以呢，一旦呢，我有这一类的压力的状况底下呢，我的抵抗能力马上就会下降下来了。那呢，很多的人他就问我，他说：“哎，这老天爷啊，怎么？”他应该要了解我们是人类，不是神类，对不对？既然是人的话，那难免就会有喜怒悲哀嘛，怎么有可能就是说不生气的嘛，对不对？对，怎么有可能说没有压力？人本身生活在这当中就是会有压力的，我不可能每天都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那在这个状况底下，为什么他会把我们的身体呢制造成为就是说，诶，我居然我会分泌出这个荷尔蒙，把我的抵抗能力给下降下去，那有什么作用呢？啊，那我来讲一个小故事，那你们就会了解说为什么你的身体会分泌出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它其实呢，它是一种的保护作用。我们回去以往很古时候的石器的一个时代，假设说呢，在那个时代，在住在那个山洞里面呢，有一个野人。这个野人呢，有一天早上，他呢一醒过来，一看啊，阳光明媚，所以他说：“哎，我要上山去打猎。”所以呢，这个野人啊，心情特别好。对，他就把他的剑、把他的弓啊，就一背，就往半山腰，就这样爬上去。爬到了半山腰的时候，他一看，那里有一只老虎，瞪着他看。在这个时候呢，请问一下，他紧张吗？当然紧张，当然紧张了，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哎，那是一只老虎，哎，对不对？那一只老虎呢？如果说呢，哎，这个时候已经是生死关头了，很紧张的状况了。然后那一只老虎呢，瞪着这个野人一看，他说：“好可口的午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就起了变化，他处在于愤怒，他处在于悲哀。因为为什么他选怎么这么倒霉会去碰到一只老虎，对不对？要是碰到一只兔子就好了。对啊，对啊。然后呢，他又很紧张，因为他怕被那只老虎吃了。所以一下子呢，他马上就分泌出来荷尔蒙出来了。因为呢，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生死关头了，谁还需要什么免疫功能啊？在这个时候，你被把那只老虎给打死了以后呢，你有什么免疫功能都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身体就分泌出来这个荷尔蒙，我把我的抵抗能力给压下来。 OK， 在这个时候呢，包含你的消化系统，我们都把它给压下来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还需要消化什么东西啊？生死关头，你赶快去把那只老虎给打死比较重要了。所以呢，我们身体就会分泌出来兴奋剂。兴奋剂呢，让我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于我的手脚，让我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兴奋，我可以去打仗，我可以去打那一只老虎。在这个时候呢，我的身体还会分泌出来一个东西叫做 morphine， 一种的止痛药，你的自然分泌的一个止痛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野人就过去跟那一只老虎打架了，打呀打呀打，结果他居然把那一只老虎给打死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躺在了草地那一边啊，他好高兴啊，他认为说，我是英雄啊，你看一看，胜利了，对啊，我打死了一只老虎了，以后呢，你们的历史的课本上面可能还有我的名字了，武松，对，所以他这一下子呢，好兴奋，心情很好了。那我请问一下，他现在心情一好，他还会分泌这个荷尔蒙吗？他就不会分泌了，他就停止了，停止了以后呢，他其他的免疫功能就在恢复回来了，他的消化系统也全部在恢复回来了。你有没有发现一点？一紧张的时候，吃东西有的时候呢会不消化，会肚子痛，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但是啊，这个古时候的这个野人跟我们现代一个人，他有一个差别，而且呢有一个关键点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说这个野人他在打老虎的时候，他在做一个动作叫做运动。他在运动，强体力劳动哈。对对对，他在运动，然后呢他运动的时候呢他会出汗，流汗，所以呢他在运动打那一只老虎，他流汗的当中呢，在这当中他就把他分泌出来的这个荷尔蒙给排泄掉了，他就不存在体内了。所以呢，当他躺在草地上面的时候呢，这个荷尔蒙已经不在他的体内了，已经
排泄掉了，所以他抵抗能力就恢复回来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现代的一个生活。嗯，如果说呢，今天呢你有考试，然后你一看那个题目，你觉得是真是的好冤枉，嘿，我的教授呢根本没有呢提到这一点。嗯啊，然后呢你就很愤怒。啊，你觉得说，哎，我昨天明明呢学习了多了老半天呢，结果我读的他居然不出，就是没看到。嗯，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跟他说，哎，教授，我们出来打一架吗？你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闷在心里面。啊，你看看很多的女孩子，嗯，女人，嗯，啊，嫁了以后也好，或者是在交男女朋友也好，嗯，哎，跟男朋友啊，跟先生生气的时候呢，他就来一招。就是不说话不理你，然后呢，哎，男孩子呢就过去问他说，你为什么生气啊？然后他会就告诉你，不会猜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吗？然后呢身体呢越想就越气，觉得说，哎，他怎么呢还要来问我说为什么我不高兴了啊？他应该就一定要了解啊。那所以呢一生气，有的时候啊一生气闷起来可以几天啊不跟他说话，是不是这样子的？几天不说话表并不表示说几天心情都很好啊，没有。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闷几天啊，你有气也好，你有觉得说委屈各方面，你就闷在肚子里面，你就闷他个几天，这样子一来呢你就会有一个现象，你就几天你就不断的分泌这个荷尔蒙，变为就是说比较长时间的去分泌这个荷尔蒙。你来看一看东南亚的经济危机的那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呢就有很多的公司宣布倒闭。对， OK， 所以呢你去查查那些很多的老板宣布破产了，过没两三年得到癌症死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他们心情很不好，嗯，他压力很大，抵抗力严重下降，所以呢他呢就是很长时间的去分泌这个荷尔蒙，嗯，所以他就长时间的把他的抵抗能力把他给压下来，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他就很容易就会得到癌症，长期抑郁啊，这就是。对对对，嗯，所以啊我就常常开玩笑，我说啊下一次啊跟你男朋友女朋友跟你先生太太吵架的时候啊，你就要记得我。为什么要记得我呢？你就要给自己一个警告，告诉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命要紧。嗯，此时正在分泌大量荷尔蒙。我觉得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情绪应该也是有害的，就是怎么说呢，忧郁，思念哈，比如说那个失恋的时候是吧，大学谈恋爱的失恋的时候就容易有这种很长时间的忧郁苦闷哈。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特流行一个词叫郁闷啊，就是又这个烦闷哈，然后又这个苦恼是吧，然后这种心情也会非常有害吧。嗯，对，这种心情呢一模一样的，你也会分泌出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出来。但是呢有一些人啊，我现在呢有的时候我在看电视啊电视剧啊，有的时候呢他甚至于会把郁闷呢当作是一个比较罗曼蒂克，或者是呢当作是一种的诗情画意的那一种格调会出现了啊。嗯，那从我一个医学的一个角度，免疫学的角度，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不值得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了解到说呢它对你的免疫功能它的影响有多大的时候呢，你就不再会觉得说呢，哎，失恋或者是怎么样呢，我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呢心情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对你的免疫功能实在是影响太大了。那在另外一种的心情呢，就像我从来不看鬼片。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我很怕会被吓死。OK， 那我们中国人说吓死吓死啊，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形成是一种的心情。嗯，但是呢其实呢包含你郁闷也好，或者是你惊吓也好，它呢它对你的免疫功能影响有多大呢？我就来举个例子来说好了。那你们呢，如果说呢你们有学科学的人呢，你在实验室你也可以做这个研究。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呢，我们就有那些小白老鼠，你给很小的那些蛮可爱的小白老鼠，嗯，我们就把它放在笼子里面，然后呢每天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他呢出去呢上洗手间或者是出去吃饭，反正呢走出去的时候呢就用一支铅笔，然后呢你就把它笼子你就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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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走过去。 OK，
那你这样子呢，一来呢，咔哩咕噜，那些老鼠是不是就会有惊吓？然后它一下子它就跳起来，它惊吓了，对不对？然后呢，它过一段时间啊，它又平静下去了。然后呢，你就这样子每天呢，你就这样子咕噜咕噜咕噜，哎，你会发现，没过几天会被你给吓死哦。真真实实的，你把它给吓死了 ，OK， 死掉了 ，OK。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解剖，我们就来解剖来看一看，它到底怎么样被我给吓死了。结果呢，我们发现了呢，它的免疫细胞，你可以包含它的脾脏、它胸腺那些细胞呢，居然是呢不见掉了。怎么样叫做不见掉了呢？就是说它的细胞被吓到，就是惊吓到破裂掉，不见掉。OK， 所以呢，如果说呢你的心情很郁闷啊，你包含呢你所分泌这些什么，它是直接你的免疫细胞下降80%。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居然我们会找不到你的免疫细胞的，所以啊，千万呢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来开玩笑。思念呢，思念个一两天就已经足够了 ，OK， 就应该要恢复回来了。专家提示：心情的好坏与免疫功能有直接的联系。当人恐惧、忧伤、愤怒、思念时，所分泌的荷尔蒙会使免疫功能在半小时之内下降80%。同时使患癌症的几率大大提高。要尽量的避免使自己长时间的处于不良情绪之中。那我们反过头来再说另外一点，就是坏心情会对我们的健康有如此之大的这种不好的影响，那反过来好的心情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这种免疫力提升，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向呢？哦，当然了，你心情一好了以后呢，你的抵抗能力呢马上也会提高起来。你要知道你的抵抗能力呢，它是一个军队，它有很多各种各类的器官所组成，它有很多的细胞所分泌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的总部在哪里呢？它总是有一个总部嘛，在控制你整个，在指挥你这个军队。它的总部呢是你的大脑了。所以呢，你心情一好的时候呢，当然了，你整个抵抗能力、活动力都会增加起来了。所以常常的微笑，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人，他被医生宣布说，哎，末期的癌症，结果呢，他说没有药可以治疗了。哎，过了5年，健健康康的还回来找我们。所以呢，心情。它是很重要的，心情一好了以后呢，自然而然你的活动力也会高起来，你的活动你就比较愿意出去啦，比个例子啦，到你健身房啦，出去散散步啦，对吗？那你如果说心情很郁闷的时候，思念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把自己给关在屋子里面了，什么运动也不做了，还喝闷酒抽闷烟，有人哈，对，那这样子一来呢，抵抗能力就更加的不好了。所以呢，你如果说呢，哎，稍微的运动一下的话呢，你的淋巴也会循环，自然而然抵抗能力就会更好。看来这个心情实在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太直接的这种关系啊。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咱们都是凡人哈，有这个七情六欲，而且呢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又有那么多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有压力、有烦恼，也有很多这个要面对的外部因素，就我们怎么来调适自己的这个心情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关于这点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吗？其实呢，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可能呢因为我本身研究癌症的，所以呢看到了很多的癌症的病人，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说呢，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要求的蛮多的，我们可能会要求我要有财富，或者是呢我要追求某一些东西，对吗？物质上面的东西。但是呢有一天我曾经呢我就碰到了一个得到癌症的一位母亲，她呢蛮年轻的，只有30多岁而已啊。那一天呢我进去了她的病房，结果我发现呢说她在录音，所以呢我就问她说你在录什么音，她告诉我说，她就给我看，他就是说，哎，这盘的录音带是留给我儿子毕业的那一天听的，另外一盘录音带呢是给我女儿结婚的那一天听。我听了以后呢，我就非常的感伤，所以呢，我就走了出去。从我的心里面呢，我觉得说呢，作为一个母亲，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参加女儿的
结婚典礼，这都是应该一个母亲的一个权利吧。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而已。所以呢，当我看了那么多，我觉得说呢，每天早上醒过来，一看一看太阳光，看一看这些树木花朵，我就觉得说心情自然而然就会很好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心情也是要靠自己自我来调节的。自己得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一点，其实现在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啊、广州啊这样的城市，人非常的多哈，这个工作的压力、就业的压力非常的大。那么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多公司的比如说白领职员啊，在职场当中大家都是非常非常辛苦，压力特别的大，你的任务就非常的重哈，而且你还有这种失业的这种危险，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有压力。今天在座的也有很多这个职场当中的职员哈，这方面大家有什么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向陈博士来进行提问。陈博士您好，刚才您提到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和免疫能力，我想问您一下，如果要是人的情绪极度波动，这个波动不光是正常的心情突然就是被一个打击了一下，有可能是突然一个惊喜或者一个非常强烈好消息让你激动一下了，那这个时候是有益于健康还是不益于健康呢？其实呢，波动太大呢，它对你的免疫功能都会有影响。但是呢，如果说是喜事的话呢，那我可以跟你保证呢，不会有大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这个荷尔蒙你也必须要分泌的比较长的时间，对你身体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当你是喜事的状况底下呢，那它的影响面，它一下子分泌，一下子就没有掉了。所以呢，它对你的健康影响面就会相对的低很多了。但是呢，你如果说一直感觉是有压力的状况底下呢，一个很明显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有压力的时候你一感冒就比较难好，因为呢你的抵抗能力就会比较弱一点，而且呢也比较容易感冒。所以呢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如果说完全不晓得说我怎么样把我的心情把它给调好，或者是呢你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一个事情，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不妨去做做运动，因为呢运动还是有利于让你这一些荷尔蒙把它给排泄掉，而且呢你会发现运动完了以后心情自然而然也会好一点。陈博士您好，问您一下，就是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容易就是吃一些东西，然后吃完东西心情会好一点，可是吃完东西之后又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健康的方就是其他不健康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对对对，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一样的，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就打开他的冰箱，然后就猛吃猛吃了，那这样子呢，马上又会肥胖起来，一肥胖起来，心情又更加的不好了。所以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你呢，不要往你的冰箱方面去走，也不要往餐馆去，而是呢，你就要出去做运动。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好的，而绝对呢千万呢不要往你的冰箱去走了。当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特别感伤，很伤心的时候，我可能会去一个地方静静的坐着，然后也可能会想一些事流泪，我不知道这样会对身体会不会造成很严重的不好。但是流过泪之后我就感觉心情就会好多了，就不是那么沉重了应该。有一些人呢他会觉得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那也可以，就是最重要的在于就是说时间不要拉得太长啊。那你如果说呢你是一个很懒的人，那你也说我心情不好我也不想要运动，那我怎么办呢？那呢你千万呢不要往你的冰箱走，以外呢你可以往你的床上面去躺，这倒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呢？睡觉呢它也会有助于你的抵抗能力会能够提升起来。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免疫细胞它的再生能力会比较强起来，所以呢睡眠一定要充足啊。现代的人晚上呢还要呢除了说白天工作，晚上呢还要应酬，然后呢再来呢还要去唱卡拉 OK 去跳 disco， 那这样子一来呢往往是睡眠不足，那睡眠一不足然后呢你的抵抗能力也会很快速的就会下降下来了。所以呢你如果说呢什么都不做的话，最起码睡眠要充足。
因为现在嘛，一个人出来闯不一定是工作的压力，我觉得生存的压力可能比较大一些。嗯，有时候可能不是外界的原因，就是自己在那儿可能就想一些，觉得压力太大，自己给自己在那儿施压，然后心情就会变得沮丧。嗯，然后可是这时候如果再继续朝这个方向想的话，可能就钻到牛角尖里边了，越来越沮丧了。当自己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可以去户外，或者就在室内，我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我弄弄花啊，弄弄鱼啊什么的，我不往这方面去想，然后自我来试一，就是释放这些压力。嗯，然后有，但是你迟早还得想那事儿，啊，我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再去想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的生活，我怎么去努力，我怎么朝我的目标迈进，而不是说我在这老等着，说是，我怎么还没有朝我的目标去走呢？嗯，是啊。然后就说是，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外界的压力或者不良情绪来，比如说是每天嘛都要跟人去打交道，然后打交道有快乐的，难免会有那种招你生气的人，嗯，可能会让你特别生气，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调节的就一个理由，他惹我了，他做的不对，就是他的缺点，我干嘛要拿他的缺点来惩罚我自己呢？他有缺点我干嘛生气呢？所以我就不生气。嗯，对，太棒了哈。对、啊，我觉得说得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往往你会发现到说它是有一个连环的，一环扣过一环。比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他会猛吃了以后呢，可能吃的也并不是很健康的东西，那这样子抵抗能力也会下降。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他又不喜欢运动了，嗯，心情不好他喜欢就什么事情都不做，闷着啊。那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呢，不运动，抵抗能力又会下降。再来呢，心情不好了以后呢，他连睡眠都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一睡下去的时候呢，他就没想着同样的一个事情，不管是说呢多么小的一件事情，他就会反复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导致了呢睡眠也不好，睡眠一不好呢，抵抗能力又会下降了。那这一下子又来了，他说呢，我睡眠不好，他就开始吃安眠药。安眠药呢，这个不是叫做睡觉，当你吃安眠药，那个叫做昏倒。昏倒呢跟睡着呢又是两回事情啊。那当你呢过量的使用安眠药了以后呢，你长时间的使用了以后呢，它又会让你心情不好啊。比个例子来说，你会发现说呢，很多的说会自杀的人，他们都有使用安眠药啊，因为呢这一类的药物它也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沮丧一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它更加呢会有一个现象，就像呢那个 Parkinson's 啊这一种的，对，它会呢，我们发现的是差不多有30%的老年人，嗯，他呢被诊断是那个 Parkinson's， 其实并不是的，那只是呢因为他吃了安眠药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而已，所以呢他就会一环扣为一环。所以呢导致呢他抵抗能力相对的就慢慢就下降下来了。嗯，但是呢虽然说呢我们的抵抗能力会受到影响，而且呢它很快速的你会下降到80%，但是呢它有一个可取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你只要呢能够恢复你的精神，嗯，你呢恢复你的运动，然后呢你心情呢好起来。比个例子来说，你本来失恋了，然后呢忽然间呢你的女朋友跑回来了，她说呢，我不要跟你分手，然后呢你一下子呢你就很高兴了。那我告诉你，你的抵抗能力呢在3-4小时，它又马上又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况底下了。所以呢它也很快速的，它也能够恢复回来，就是说呢我不敢说恢复到100%，但是最起码恢复到呢你能够抵抗一般的一些疾病了。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呢，当我们了解到说我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注重自己的健康，嗯，所以呢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自己本身我一定呢会去找一些富含植物营养素啦、抗氧化剂、多糖体的东西，我反而我就会多吃一点了。因为我知道说，我既然我会分泌这个东西，我就要在某一方面我要把它给提高起来了。那再来另外一点呢，那我会自己告诉自己说它的严重性为多少，
所以呢晚上呢那一定呢就是要好好的睡一觉，不要再去想它了。嗯，那在这个时候呢抵抗能力哎才能够快速的恢复。嗯，比如说这个在我们的食品当中哈，有哪些食品能够比较好的促进我们的睡眠吗？有比个例子来说呢，很多的人呢他可能会认为说呢人参它有刺激的一个作用，嗯，所以呢它可能会影响睡眠啊。那红参它有刺激作用，它会影响睡眠，但是呢相反的，人参的一个果实它能够呢帮助你睡眠睡得更加的好。因为为什么呢？一个人睡不好大部分它是因为精神没有办法集中，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呢，诶，你睡不好的时候呢，你呢可以为了一件呢你醒过来你一想，诶，那么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可以在半夜里面你可以反复就是很烦恼啊。那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精神没有办法集中。嗯，当你的精神能够集中的时候呢，你的睡眠的品质相对的就会非常的好。所以呢人参的果实它呢能够帮助你有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它会让你睡得更深更加的沉。嗯，那另外呢就是一种的花啊，这种的花呢是蛮罗曼蒂克的一个花，因为我们叫做 lavender 啊，它是紫色的。嗯，啊，那中文呢，因为我的中文并不是很好，我一下子呢没有想起来，但是呢最近呢你们不是常常有一些连续剧里面吗，你看上去一片而且很香，紫色的紫丁香是吧？薰衣草，薰衣草没有错。薰衣草本身呢，如果说呢薰衣草你把它泡成一个茶来说的话呢，它也能够让你睡眠品质相对的也会睡得更加的好啊。那再来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睡不好，那是因为他的饮食，比个例子来说，我如果说我白天吃了比较多的巧克力，嗯，或者是呢我吃了比较多的甜品，这类的东西呢它也会比较容易让尤其是一个小孩子他的睡眠状态也就会比较睡得不安稳。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的话，你可能还是能够睡觉，但是呢你会睡得比较不沉，睡得比较不好。嗯，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呢，很多的人他可能以为说是哎，我喝一些乳制品啊，它会让我睡眠比较好，其实是刚刚好相反。因为呢很多的人会有胃酸的一个毛病，嗯啊，那当我吃下去呢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会造成我的胃部消化不好，所以呢反而我的睡眠的品质也会比较不好。嗯，如果说呢像我吃下去比较乳酸呢，啊，这一类的东西会造成我的胃酸，嗯，胃酸一高了以后呢，睡到半夜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并不是很舒服，有一点胀，但是你又说不出来，也并不会说完全是很疼痛的那一种感觉，那就是可能呢跟你的食品你吃的东西它也有影响。晚餐的时候呢，你如果吃了很大的一餐，那你也会消化不良，很多的精力呢会去跑去哎，你的消化系统，你也会造成你睡眠也会不安稳。嗯，专家提示，人在心情好的时候会使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增强，充足的睡眠以及做运动是使心情好起来的有效方法。人参的果实及薰衣草泡的茶对促进睡眠都有很好的效果。好的，我觉得下面我们应该重点的讨论一下运动哈，因为在我们这个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当中，陈博士都谈到了运动对我们健康和对于提升我们这种免疫能力的一个重要性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多次的提到了运动。那么运动和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与否，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嗯，当我适当的运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淋巴它的循环就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呢我们所有的免疫细胞它呢我们有一个淋巴系统，这里面呢它有我们有各种各类的免疫细胞经过这个淋巴系统在做循环，而呢它能够把一些细菌啦、病毒啦、肮脏的东西呢它经过我们的淋巴系统把它给毁灭，然后把它给消除出去。这样子的一个淋巴系统它并不是因为我的心脏跳动它就会循环，它不会的，它并不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液呢，我心脏一跳我的血液就会循环，嗯，我的淋巴不是的，我的淋巴呢是要靠着我的肌肉的收缩，它要靠着我呼吸的时候，它靠着我运动的时候，那这个淋巴它才会循环。
所以呢，我适当的运动的时候，我会促进我的淋巴循环，那相对的来说，我整体的一个抵抗能力它就会提高起来，你就比较不容易感冒。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适当的运动。对。那么为了让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一个非常优秀的这种健康状况哈，那么这个适当的运动应该是多适当的呢？啊，这个尺度是什么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我这个人假设是我从来不去运动的，然后呢忽然间我听到人家说有一个某一个传染病来了，然后呢我在想，哎，我要提高我的免疫系统，所以我就赶快呢跑到了健身房里面，然后呢我就开始跑步起来了，拼了命跑，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抵抗能力不会上升，它会反而会下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对你的身体它带来的是压力，它并不是运动，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办法运动到这个地步，所以呢相对的反过来它是一种的压力。 OK，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运动，我们就要先慢慢适当的运动开始，而并不是说哎，我激烈的运动带来的压力它反而也是不好的。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有一些运动员，职业的一些运动员，那他们呢运动量是很大很大的，从早上运动到晚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呢，有的时候呢它已经不叫做是运动了，我称它为自我虐待。因为为什么呢？他去运动到了某一个地步呢，他对他的身体是一种的压力，所以呢相反的他们的抵抗能力也会弱下来的。有的时候啊，我常常看到一些运动员，我们在外表看起来哎蛮强壮的啊，体格啊看起来啊又有肌肉，哎蛮漂亮的，但是呢实际上面我们查下来，这些运动员他的抵抗能力不见得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适当的一个运动。每一个人对他来说运动量可能都不太一样的一个运动量，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你如果说呢你只要每一个礼拜你抽个三天啊，这每一天呢你只要呢走路走个半个小时，你就会发现说已经对你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你这样子一做了以后，单单的走路每一个礼拜三天半个小时而已，你会发现到说你得到感冒的次数要比完完全全没有像你这样子走路的人要减少一半。那现在呢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很多居住小区，有很多市民呢也都组织起来参加一种叫做快步走的这种活动，大家呢这三五成群哈，非常非常快的走，就有点像竞走了都，走得很快，然后时间也会比较长。这种快步走您听说过吗？听说过。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它对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也好，它对我们的心脏它都有一定性的一个好处。所以呢只要说呢你的关节没有问题那就可以了。那比个例子来说，有一些老年人他关节有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个走路的一个方法了。但是呢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说哎走得很快，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你只要就连你散散步，它对你的免疫系统还是都会有帮助的。只要你是在走着的哈。对对对，那时间上有没有一个就可以了，时间上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限制，说你应该适当的走的长一点，比如说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还是更长一些啊，会比较有效。从我们在做以免疫系统来看的话呢，你需要半个小时，至少要走半个小时啊。对对对，半个小时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抵抗能力的一个提高。那从您刚才这个介绍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运动也蛮简单，没有那么多像我们想象当中的一定要怎么样哈。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哈，这个按照自己的这种情况和需求逐渐的哈来增大，比如说增大一个运动量哈。还有呢，还有就是相对来讲要需要持之以恒，要比较持久哈。对，不定期的做，经常性的要做这种运动。是的，是的。运动量也不用过大，是吧？对对对，对。那当然了，如果说呢这是我们从免疫的一个角度去看运动，那如果说呢我们从心脏的一个角度去看运动，可能又有一点点的差别了。从心脏的一个角度来看它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希望说哎稍微的快一点的运动，让我的心脏能够加快它的跳速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基本上就算你连走走路，它对你的免疫系统已经非常有影响了。那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好了，老年人，
他连走路都没办法走，关节炎，对，那他怎么办呢？他怎么样运动呢？嗯，啊，那我们从一个免疫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这一类的人，他如果能够深呼吸，啊，做一个很深的一个呼吸啊，常常这样子做，他的抵抗能力也会马上的就会提高起来。当一个人动完了一个手术，你看他躺在病床里面动也不能够动，嗯，在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够告诉自己说，我来做一些深呼吸，虽然会有一点疼痛，但是呢，我慢慢慢慢，我深呼吸，深呼吸，你也会发现他的伤口的愈合也会加快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抵抗能力相对的也会提高起来。嗯，还有一点哈，我就特别，我有一种忧虑，就既然您说这个运动相对来讲比较适度，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轻微的这种运动哈，似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那么那种剧烈的运动，非常大量的运动哈，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呢？会。那如此来推算的话啊，对对对，也是一样的。嗯，就是说呢，如果说呢，当然了，这也看人的一个状况啊。嗯，如果说呢，哎，像你常常运动的，然后呢，体格又蛮强壮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运动的比较多一点，嗯，对你来说呢，刚刚好，然后你的免疫系统会很高兴，他很喜欢。但是呢，我同样的一个运动量，我把它搬到去一个老年人来说的话，对他来说是一种的压力，因为呢，他做不到，对他的心脏来说呢，是一种的负担，他有可能呢，会变为说心脏病发作，对他的抵抗能力来说的话呢，也不利，因为为什么呢？它变成是一种的压力，因为呢，它整体的一个精神的状态呢，负担太重了。对 对。所以呢，反而呢，它抵抗能力会下降。嗯，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原则哈。再一个就是这种所谓适度呢，要根据你自身的这种情况来定。是的。你能够做到多大量的这个运动就做多大量的，不要太过了啊，不要太过分了。对对对对。嗯，好的。还有一点我是非常想问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前面谈心情和健康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多次说到了运动可能也会让你的这个心情好起来哈。那么运动会让心情好起来，进而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工作的很旺盛。那为什么运动会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呢？这中间有一些什么医学上的或者说生理学上的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吗？嗯，有。嗯，当你运动的时候呢，你会分泌出来一些激素呢，这些激素呢本身呢，它就会哎让你心情会比较好，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嗯，它呢跟你呢，比个例子来说，哎，我的生日，我看到了一个生日的一个蛋糕，我好高兴，我好兴奋，我所分泌出来的东西呢一模一样的。当我去运动的时候，我也会分泌同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些化学作用它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呢，我心情哎，你会发现说哎，好像想起来呢，没有那么可悲了啊。然后呢，你本来呢，哎，你在思念，然后呢，你在想说哎，那个男孩子，你本来呢觉得说他是我的一切，这个时候想想哎，好像别的男孩子也还不错嘛。太好了。好，来，下面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啊。刚才陈博士您谈到了适量运动的重要性，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什么情况下说明我们的运动量过大或者是做的还不够，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进行运动量的自我调节？嗯，如果说呢，我们以我们的心跳，那就是我们往心脏的一个方面去衡量它了。嗯，那如果说呢，我往免疫的一个角度去看它的话呢，假设说呢，我今天去运动，但是呢，我已经运动到我已经很累了，OK， 造成的就是我躺在地上我动也不会动了，你就知道是已经过量了， OK。 但是呢，如果说呢，我运动完了，我走走路，哎，我觉得是心情蛮好，我的精神状态都还是很好，那就是表示着说呢，哎，你的身体还不错，你能够这个运动对你来说它是适当的。也就是说，我再简单一点来说，如果说你是工作的人，你应该运动完了，你应该还有能力能够工作。你如果说是一个学生，你应该运动完了，你应该还有能力，还有精神能够读书，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嗯，那运动完了，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开心、比较愉快的状态哈。别运动完了特别特别疲惫哈，对对对，特别辛苦，我觉得那肯定是就过分了，对对对，变成重体力劳动了就哈，这不是运动了 是吧？嗯，好，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一些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瘦弱的女生，反倒比一些就是非常强壮的男生更长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平常看上去非常健康非常活蹦乱跳，然后而且平常也没有任何病的这种就是比较强壮的人，会突然间得一场大病，然后就是病得非常严重。而平常就是有一些看上去非常瘦小，而平常也会经常有些小病的人，他反倒不会得一些就是非常大的病，而且就是也非常长寿。就是我想问一下，那种外表上看上去非常强壮就是非常健康的人，是不是真正意味着就是他就是非常健康可以长寿呢？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抵抗能力关键着你会不会长寿。因为如果说呢你的抵抗能力不好，你没有办法抵抗疾病，那你根本不用去谈长寿了。所以呢，你的抵抗能力的好与坏并不是以一个外表来看的。一个运动员他看起来外表很健壮，不见得说他的抵抗能力很好。所以呢，我们一个人的抵抗能力呢，他有三点我们可以来衡量一个人的一个抵抗能力。第一点是他的饮食习惯，这个人他如果呢每天他都喜欢吃肉类，你会发现说他的抵抗能力不会很好。这个人他如果说很喜欢吃很多的蔬菜与水果，种类又多，你会发现说他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好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呢这个人虽然他瘦瘦小小的，但是呢他一直呢心情都蛮好的，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了说呢，他比较不容易生病，就算他感冒了生病了，他一下子他又恢复回来了啊。那第三点，如果说呢这一个人呢老不运动，很懒啊，什么东西呢都不愿意去做，那这样子呢他的抵抗能力也会弱下来。再来最后一点，有一些人呢比较喜欢胡思乱想，钻牛角尖，晚上睡不好觉，那自然而然抵抗能力也会不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说他瘦瘦小小的，但是啊你看看他呢还蛮长寿的，对吗？那就是说他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外表，在于他自己的一个抵抗能力。专家提示，适当的运动会促进淋巴循环，从而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每周至少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散步，就可以使免疫力得到提高。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做深呼吸也可以提高免疫力。运动完之后还有精力工作和学习，这就说明运动量是适当的。任何的一个运动，只要能够促进你的呼吸，你能够呼吸的比较稍微快一点点啊，那这样子一来呢，你就发现说你的淋巴循环就会快起来，所以呢抵抗能力就会好起来了。嗯，看来这个运动我们不一定非要把它设想的非常复杂，去做那些很有对抗性或者这个很专门的这种体育锻炼，可能在我们的平常生活的一些细枝末节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些，有这种运动意识恐怕也很重要。比如说少坐一些电梯，走一走楼梯，是的、还比如说少开一些车，多步行一下，是吧？也许都会有很好的这种帮助哈，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好的，在这儿呢，我们要再一次的，真的是非常热情的感谢一下陈昭飞博士哈，这次来北京呢，连续录制了好几期关于营养免疫与我们健康方面的这个专门的话题，给了我们现场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很多非常有益的指导，再次感谢你，谢谢。谢谢。好，也要再一次感谢现场的朋友们哈，亲情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追求一个良好的生活的状态，追求一个良好的身体的状态哈，我们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生活，因此呢，我们应该有一种科学的生活的方式和一种科学生活的理念，我相信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谢谢你们的收看，再见。怎么样来减肥才能够做到比较科学的减肥？我觉得说，健康的身体就是最苗条、最漂亮的一个身体。您怎么看通过减肥药减肥这件事儿？减肥药呢，它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动作的。